我已经看到他了，但是我要假装没看见，我要让他知道他也会被无视的。不要觉得好像所有人都看他，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一样。来，走，我们走。哎，有没有在热身啊？哎，你刚才都是走着的，我让你跑步，你为什么要穿牛仔裤？不是，我觉得我穿对了。你干嘛跑步把自己弄得这么美？不是，我学一下你刚才就是老年散步的状态。我说这哪是接力跑步，是应该这样的吗？做好准备吗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接力吧？两个人还在这聊天。接力棒呢？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跟我提供的信息说，遇到的人的信息第一条，唱歌跑调，我马上说李思思。好的。接下来是一些神秘的嘉宾。真的吗？你现在是一无所知，根据这个信息来猜一猜你要遇到的人是谁。我正想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件事很重要，请你记住。嗯。你今天真的好美，你今天真的好美，谢谢。去吧。哎，这句话说三遍。去吧，别嘚瑟。